between us how high the mountain i could not climb in desperation i turned to heaven and spoke your name into the night then through the darkness your loving kind through the shadows of my soul, the work is finished. Spoken. I am forgiven 耶稣是恩典，耶稣也是我们的救赎。因他活着，我们就有盼望，我们也不再害怕。阿门。好，今天呢，嗯、呃，我所要分享的经节是在呃《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这里说到：“人若喝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使永到永生。” 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泉源，不但如此，他也是生命的粮。所以，我们应该单单藏在神那里，他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泉源和灵粮。耶稣也是真玛瑙。我们都知道，我们活着不能没有水和食物。同样的，我们灵里。 活着也不能没有神。也许你所面对的问题接二连三的领到你，又或者是这些问题如同大山一样围绕缠绕啊、呃、缠绕着你，使你透不过气来。但你要记得，这一些的问题只是转啊短暂的，他们绝不会停留在你的生命中。正如圣经所应许的，在。 诗篇第三十章第五节说：“夜属虽然有哭泣，但早晨便必然欢呼。”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答案，耶稣也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因此，若耶稣是你生命源头和灵粮的话，你所能享受的应许和供应是源源不绝，而且是永不窒息的。 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拥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时，你要相信丰盛就会从我们腹中涌流出来，缺乏的就会变得充足有余。阿门。第二，当你拥有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时，你要相信好的关系要开始发生和修复。 而不好的关系就会像锁链一样断开。阿门。接下来，当你拥有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时，你要相信对的机会和对的门要一一为你而开。最后，当你拥有耶稣在你的生命中时，你要相信耶稣是成功的神，他就会伴随着你。你要居上不居下，做首不作尾。 你要成为周围人的祝福和见证，所以来喝耶稣所赐的水和领受耶稣的生命，我们的灵也不会再渴，也不会再饿。阿门、啊。好不好？现在我们准备好我们的饼和杯，让我们来一起啊，准备心来祷告。ok，让我们先举起我们的杯啊，我们的饼，亲爱的耶稣。 感谢你为了爱我们，愿意破碎自己的生命。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病症，让我们拥有你健康和完全。我们相信因你为我们受的鞭伤被记打，并为我们受刑罚，我得到完全的医治。我们相信并领受你复活的生命。阿门。 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领受这个饼。让我们举起这个杯，来一起祷告：主耶稣，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使我们洁白如雪。 你的宝血使我们得赦免，叫我们永远得称意。我们喝这杯，领受一轮的产业，包括你在我们生命中一切的应许、修复和完全。阿门。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杯。让我们一起来同心来祷告。 感谢耶稣，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相信，当我们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时，这一切福分都会临到我们。而且，我们如此相信，我们就必这样领受。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我，我们一起说，阿门。 感谢主，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获利的人生。获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利润啊，或者是得益啊，英文叫做 profit 啊。所以我们都希望，我我相信呢啊，我们在场做生意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啊啊啊生意呢是能够有 profit 的啊，有赚钱的。但是你知道吗？当你信靠耶稣之后呢，其实你的人生就是一个 profit，就是一个得利的人生。 啊，你可能说牧师啊，我好像没有看，我没有察觉到我的人生是啊啊啊啊啊，有有 profit 的呢，有有有这个获利的呢，is coming，OK。Coming, okay? <laughs> 所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做生意，我们知道做生意的人哈、哦，啊，你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不会很快就看到利润嘛，对不对？他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当你一信靠他的时候呢，你就得了这个的。 啊，profit 的这个 profit 是什么呢？这个利润是什么呢？啊啊，就是永生的生命啊啊！这个可能你看不见，但是你将来你是得到很大的一个益处的。当然，今天我们不搭到那个永生的那个部分，因为对我们可能对一些人说，这个永生对我来说太远、太远、太远了。那么我们就倒回来，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我们会不会啊得利呢？我们知道，我们上做商人的话，我们做生意，我们都是为了收入，为了利润。啊啊，每一个人都渴望。 啊，在啊，他们的生意当中，在他们甚至在他们的关系当中啊，或者是在他们人生当中，有一个获利的一个途径，或者是一个的啊啊经验啊。但是我感感谢主织，今天我们特别来到这里呢，我们相信呢，耶稣就是我们得获利的一个的根源。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也提到有关这个得益处呢，又或者是获利呢，或者是利润呢啊。 或者是得啊收益呢？这些不只是来自金钱而已啊！如果我们啊只想到金钱的话呢，那你真的穷的只剩下钱罢了。OK，我们人生里面呢，除了钱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从中得着这个啊获利的啊，得到这个益处的，包括啊你的啊家庭啊啊你的工作啊哦你的整个的事业啊你的学业啊。 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上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以赛亚书呢的第四十八章呢十七节，它是这样记载的。我们一起来看啊，以赛亚书的四十八章第十七节，一二三，耶和华你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子如此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使你教训你使你得得什么？所以你要明白哦，神，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呢，神。 他要使到我们的人生呢是得着益处的人生，然后接下来他说什么呢？引导你所当行的路。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哈，但我们人生我们常常会来到一个啊十字路口的一种的状况里面。但是我们来到十字路口的状况当中呢，就是表示就是代表说我们要做出一些关键性的这个决定。就比如说啊，我们该 啊，进哪一个的行业啊？啊，我们该娶怎么样的一个太太啊？我们家该嫁怎么样的一个丈夫啊？啊，我们该做一个怎么样的啊事业啊？将开拓怎么样的一个啊人生的一个啊旅程啊，或者是甚至你生病的时候，你来到一个十字路口，OK，你就说我要找到一个能够啊，能够让我对症，在我的这个情况里面对症下药的医生，对不对？ 选对的医生其实很重要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你看你去看医生，你去你生病看医生啊，也不需要祷告的。当你面对一些你的身体一些状况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祷告的。祷告当然求神医治你，但是当你决定要去看医生的时候，你要祷告说主啊，让我去啊啊啊啊，帮我预备一个好的医生，他能够对症下药，你知道吗？对症下药是很重要的啊。 啊，上个啊前几天呢，啊我就跟我们的同事一般，我们出来吃饭，然后就讲起这个事情。因为我妈妈呢，她是血糖高的人哈，她就、呃、啊啊去政府医院拿药，然后呢啊、呃，她就几年呢，她一直泻肚子哈，泻肚子泻到很厉害那种，所以变成啊、呃，她要去到啊、呃、外面跟我们一起啊啊、呃呃、吃晚餐也好，她都很不想跟我们去。一刚开始我以为是什么原因，我原来发觉到她不好意思，因为。 他整天要找厕所，OK，因为他会一直啊啊啊啊啊啊泻肚子，所以我们就啊、呃、甚至做了一个决定呢，啊、呃，就买一个成人纸尿片给他。所以你知道那个日子是很痛苦的，OK，你你没有经历到你是不知道的，OK。然后我们甚至带他去看医生去检验到底什么事情，然后他也去做 scope 啊，照肠胃啦，照照这个看胃部了，也没有问医生也没有察觉到什么问题，政府医院也知道没有事啊，你的肠很美。 啊，什么都没有，他这就是一只漏粪，啊，就是一只蟹肚子，所以我们还以为说他可能吃了拉沙拉会导致僵啦，所以就就记录他，他一漏粪的时候，看啊，他三次了嘛，我们把都把它记录起来，所以以后这些食物不可以吃，他蛮可怜的，这样老了什么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西瓜不能吃，木瓜不能吃，啊，榴莲又不能吃，所以变成他很痛苦，所以有一次的时候呢，啊，我又我就带他去啊啊这个医院的时候，我说妈咪，我们一起祷告。 啊，让你能够找到好的医生，对的医生。那我就去祷告了，然后就叫他去政府医院。那天刚刚好，就是政府医院呢，他换了一个，因为政府医院他是落地的嘛，每一次你会看到，诶，这个礼拜你看到他，可能下个月你看不到他了。所以他们会被调来调去的。那这一次呢，调来就是一个新的医生啊，他是可能比较有经验啦、啊，也是一个华人。他就我妈妈就问他说：“诶，医生啊，为什么我一直泻肚子？”他看了我妈妈的病历，他说：“哎呦，安迪啊，你吃了这个血糖的这个药哦，肯定是泻肚子的。” 所以我鼓励你不要吃这个药了，OK？但是你继续拿了，因为政府你必须要拿的嘛。所以我写一个啊、呃，一个一个一个药方给你，你去 p h a 买。所以我妈妈一上车说：“你赶快去买这个药给我。” OK？我就带她去 p h a 买药，一买到到现在没有漏了。所以你看啊，“对症下药”这个词啊是很重要的。OK？你不当然那个那个那个基层医生给的药也是，因为他确实是针对是个血糖的。 但是他说，这个血糖会导致你的整个的啊啊啊，这个系统啊，会有会出现这个状况。所以这个医生他厉害咯，他一下子就当你跟他讲的时候呢，他就会察觉到，哎，原来是这个药物呢导致你这样。所以我在有些时候我们在唱歌啊，我们在在在唱这首诗歌，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应该很古老的一首诗歌、啊。多少痛苦白白说，皆因为讲是各样事情。 来到主恩座前求，<noise> <noise> 我们没有祷告。有些时候，你不要以为牧师的妈妈，这牧师是牧师的妈妈，他他不是没有祷告，就是没有为了这个事情放在心上。他也是为这个东西来祷告，为是为了肠胃。但是你要对症下药嘛，对不对？你要找到那个问题的根源嘛。原来问题的根源是有些时候。 不是开错药方哦，我没有讲医生开，只是啊，那个药是不适合他的。所以，你这种姐妹，我要让你明白，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个十字路口的过程里面，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让神引导我们所走当行的路，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包括有一次的时候啊，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起啊，这我们啊，我们不晓得这个姐妹在我们当中嘛，是杨宇军的太太，她说：“牧师啊，我我我我为我祷告我的肠胃，我一吃了，现在不晓得为什么一直在一直在漏粪了、啊，一直在泻肚子。” 然后我就我就说你你你有血糖高嘛？被都治疗当当的是医生一样啊！你有血糖，哎呦，我是血糖，你是政府院拿药，是啊，拿药啊！我说你是不是拿这个药？因为我把妈妈那个药拍起来啊，他说啊，就是这个药啊。那我是说你去问你的医生啊，叫你医生看可以不可以吃这个药。他说好，好，明天他就看了。所以隔一两天他就打电话给我，哦，牧师感谢主哦，因为跟你沟通之后呢，啊，我吃了这个药到现在没有事情了、哦，所以你会看到啊啊、呃呃，我们真的是彼此鼓励了，OK？所以。 很多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或者是来来来分享我们一些事情，不要不要全部东西都往里面里面塞，可以吗？我们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分享的，让弟兄姐妹可能这样的一个交流呢，就解决你的问题了，对哦。对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讲，我们全部往我啊往我们里面吞，往里面吞。我发觉到有些时候神要帮你哦，神是通过人帮你的，你知道吗？你你想想看，了多少次你的祷告？ 然后神回应，不是接受人来帮助你的吗？然后你又你想象是神突然间在你晚上睡觉时来到你的床前，哦，伊 n 娜，我要跟你讲，哦，原来你是吃错药了，赶快换。你你我我们以为是这样的一个方，但是不，很多时候神就是派了一些人、一些天使，在我们生命里面为我们成就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你明白吗？ 所以我鼓励你们，鼓励弟兄姊妹，有什么事情呢？我们跟当弟兄姊妹分享，跟你的组长分享，跟你的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那么分享之后，我上个礼拜不是讲了吗？上两个礼拜我说，当我们讲的时候的，我们为他们祷告，好不好？我们不要像 N T V Seven 这样，这边这边不拿，那边不拿，一捞晒一捞晒，一捞晒，一千遍不不要。我们跟他祷告，我们跟他们祷告，然后我们就为了这个，哎、我们姐妹有这个问题，你们有这个问题吗？你你懂吗？当你收集的一些资料呢，哈，你就。 摊开牌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让他们去明白整个事情的发展，好不好？所以选择，因为选择对我们的未来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所以神，我们需要神来引导我们做出我们人生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决定。所以，我们真的要求智慧。很多时候，我们说啊，牧师啊，我我希望说我的生命里面能够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出现。对，你可以祷告，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机会。 但是呢，你不要忽略一个，就是的，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可以吗？因为当你有智慧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遇见好的机会。很多时候有机会，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智慧呢，我们不能够去分辨这个机会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现今的时代非常非常的什么邪恶，当你一不小心，你就会进入到诈骗的那个、那个、那个情况里面。所以在这个时代。 你说机会嘛，满处都是，但是你更需要的是神给我们的智慧呢，去辨明哪一个是正确的，哪一个是不正确的。师母昨天也是一样哦，她她她她她她她在一个一个一个，她有加入一个 group 里面，她那个 group 是现过来啊，她说请问这个榴莲多少滴落啊？有得奖啊，她就去按哦，按里面哇，她好彩她没有去 register， 然后那个啊、呃，那个那个网页的那个博主呢，他就啊啊、呃、出来，曾经哦，这个我们已经 base cam 了，说你们不要啊、呃、进去去猜什么榴莲多老 kg 会送你什么猫山王啦、啊，啊啊这个这个呃奥奇啦，如果你要猫山王奥奇，你找阿叔就可以了。<laughs> 所以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我们我我们很快的，他说哎很快的他就觉得哎不对劲了，就赶快退出了。所以这个是需要智慧的，很多时候。 哎，在你面前呢，好像是一个机会来的，你可以引起引起黑市榴莲免费吃哇！你说机会来了，机会来了，什么人都可以吃到榴莲，就是我没有吃到黑刺，所以我要吃，变成你以为是机会，那你知道是是一个陷阱，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求神给我们知，无论你经历什么，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呢，我们的神都是为我们的益处而着想，阿门。所以他要教导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走当行的路。所以真言书告诉我们说，真言书十四章第十二节，他说有一条路呢。 在人看来为政治的，但是它的尽头呢，却是一条死亡之路。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OK、啊。而尤其是在这个这个社交媒体被被被啊泛滥的使用的时候，你看以为这条路啊是正确的，而、啊、是一个啊啊啊让人家可以以为是正直的，可以以为是发财的，以为是能够啊得到很多的这个祝福的。但是呢，他的最后呢，却把你引向一个。 死亡的路，所以回头看，有些时候我们在想，回头看我们当时的一些错误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太向往人的一些逻辑了。OK 啊，这个肯定是赚钱，这个门生意肯定是赚钱的，哇、哦，这个投资肯定是赚钱的，对不对？我们听人家讲哦，我们看到他们的所拥有的，所以我们就仰赖对方的一些的经验和成功之道呢，我们就把我们的金钱投进去，最后呢，啊，没有人财两空啊，就是啊，可能失去了一些的。 啊啊啊啊！亏损，但是不用紧，啊、哦，上帝会补完的，阿门。所以，我们不要耿耿于怀那些我们所失去的。我们知道呢，接下来如果我们专心依依赖神呢，神还是会引导我们的。所以啊、呃，很多年轻人呢，我发觉到现在很多啊、呃，特别是在啊、呃、社交媒体呢，很多人在倡导一种课程，就是致富之路，对不对？呃、啊，什么课程啊，什么课程啊，什么课程？其实我发觉到，我去看了很多课程，都是他们来自于。 圣经的一些的啊，拿出圣经的一些原理，然后去改造一下啊，成为他们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感恩文化啦啊，我们要在啊啊做对，在对的时间啊啊触发做对的事情啊。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圣经里面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仰赖啊他们啊那些道路呢，而我们没有选择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有一位小说家，他想的很好。这位小说家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说人类之所以进步啊。 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呢？上一代、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哎，这个我我我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所讲的，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但当然，当然这句话不是正经的，OK？啊，但是我引用他的话，他说啊，人类之所以进步呢，主要原因是下一代不听上一代的话。真的，如果我们还停留在上一代，你觉得这个世界会进步吗？它不会进步的。如果我们还跟着上一代的那个标准生活、标准的思维去过生活的话，这个世界不会进步的。 我告诉你，教会同样也是。如果我们只一直在听从上一代、上一代、上一代，当然他们的传统经验好的我们保留，但是有些时候不好的我们就怎么样？要淘汰了。现在你看了、啊、用电话，以前我们电话处的时候，n o k i a 是一个非常 top 的一个啊，所谓的先驱的一个啊啊啊，非常啊还在前面的一个领领头羊来的。但是现在你听到 Nokia、ok、了没有？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被淘汰了。OK。 所以是新的一代呢，它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刚才我们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聊到车，对不对？啊啊，宇文讲什么啊？接下来什么车？这什么车？啊啊，你记得？Hybrid 哈、啊，他说不是 Hybrid，不是 Hybrid，他不是 Hybrid，Hybrid 已经过时了。Hydrogen，Hydrogen hyd 的，接下来会会会敞开整个 Hybrid 过时了，Hybrid 已经没有用了。经常直接泼一个冷水，Hybrid 的车已经是过时了。OK，Hydrogen、okay? 的车，哇，还有 Hydrogen 的车哦。我 特第一次听到，所以你看他跟弟兄姐妹讲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有增加知识的，明白吗？所以多多跟人家交流，不要一个人静静的来，静静的走。OK，散会之后找一些人谈话一下，所以增加你的知识，你才能够啊集思广益，不要静静来，静静走，然后悄悄的说，上,上,上,上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好，哎，所以真的这个时代呢，我们我们必须要明白哈、哦，教会要一代好过一代，不要一代不如一代。真的，我们的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希望他比我们更好，对不对？ 但我们个人为什么会更好呢？因为他们能够继续的向前进，继续的向前看，继续的往前面走，这个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太多听人的话呢，我们停歇不前，我们不能够再走一步。我我我听到巴斯宾讲，有些时候有一次啊，他在他说啊，每一次的每当开会的时候呢，他需要做出重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或者是他觉得整个的整个的会议呢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向去进行的时候呢。 他做一个选择，他选择暂时离开，暂时离开，然后他去厕所，或者是他去休息一下，然后他去祷告，向神求智慧，因为他不想这些决定呢，是出自于人的。他说，每一次教会我们要做出决定呢，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是神的带领、圣灵的引导，而不是人认为这个是正确的，然后我们才做这个决定。所以说，每当看到一些会议没有朝着正确方向进行的时候呢，他就会抽离。 所以很多时候，他说，他讲了一句，他说，在整个开会里面呢，我们所讨论的都是个人的感受、个人的问题、哈、哦，想法或者是自己想要的。但到后来，我们要回到，这、就是巴斯宾讲的啦，啊、哦，然后回到啊神那边，我们一定要回到神那边，所以他就会退场离开，然后会自己安静祷告。然后啊，大家因为头都不在了，大家嘛，他都退场了，你们还在什嘛，你们还是退场一直祷告。所以他又在进来的时候，整个整个气氛又在不一样了。 因为大家都愿意放下己见，OK，寻求神的心意，好让神来带领啊，整个的会议，整个教会的方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明白吗？”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做主，但是呢，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可以吗？我我我常常讲的，为什么很多时候当你觉得不平安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要去做任何一个议案，任何任何一个决定。 任何一个投资，任何一个一一个一,一,一个事情发生在你生命里面的，当你觉得不平安的时候呢，那你就不要去打 o 暂时放一边先，没有问题的，明白吗？你不要紧张，尤其我告诉你，我们在 shopping mall 走的时候，很常常会遇到这个事情的。安迪、安哥啊，帅哥、帅女啊，美女啊，这个是今天 offer 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我讲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没有，你明天来看还是有的，所以你不要紧张做决定，你明白吗？ OK，你觉得不平安？OK，我明天再来看。明天没有聊的话、哦，明天过了，OK，不用紧，过了我再买买 better b a n d 不用紧了。你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不要紧张，不要让人的思维呢牵着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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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买了回去，哎呦，看到别人更便宜哦。啊，你在那边，OK，我个安顿一，哎呦，这么啊，所以所以你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怎么做主啦？ 明白吧？所以说可以，当你一不平安、你觉得不安买的时候，你可以婉转的拒绝他们，不要被他们的话语来来影响。所以呢，很很重要是让神来啊决定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所以在箴言书的第四章十八节也说了，他说：“但一人一人的路呢，好像黎明的光，你也知照什么越明，直到日不哎，我讲话是不是很快？啊 <laughs>？ 很快一种，我会觉得这么这样快啊，速度好像好像把速度这样突突突突突，我 k、okay, 慢一点，慢一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意思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是神的义，这义呢是来从神而来，不是靠着我们得着的。所以当你明白哦，但义人，这我们我们今天我们都是义人，即即使我们还在有些时候我们还在过犯之中，但是你要确定你的身份，你还是一个义人的身份。这个义人的身份呢，就好像这个义人的路，圣经告诉我们会越走。 夜光明的，所以神使你受益的方式呢，不单单让你繁荣兴盛，而且会使你睡得安稳哦。你知道睡觉很重要的嘛？啊，睡觉这个睡眠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重要。当你当你睡得好，代表你精神好；当你精神好，就代表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都都好。所以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睡眠呢，能够补助我们的身体上的不足。 很多时候，当你头痛啊，昨天昨天我真的，因为我我我星期啊啊六的这个早晨呢，我睡不好，所以我整个就是流鼻涕流鼻涕啊，所以我就觉得哎，我下午呢我就睡了一觉啊，睡了三个小时哇，就就恢复了。你看到吗？当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呢，啊，那个那那个那个恢复会有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说，我们当我们安息的时候呢，上帝恢复的工作也在做了，明白吗？所以你安息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休息过后，哎，我就觉得哎。 啊，整个整个身体又在恢复了起来。所以呢，意思说，你看一些人呢、啊，可能他驾大辆车啊，可能他啊吃的 boss 的东西都很好很美，每天你看到了哈，哦马莎给啦什么啦，哇啊！但是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你不知道而已，对不对？所以如果倒回来要交换人生的时候，我觉得你不需要交换了。你说，我觉得晚上睡好觉还重要。OK，吃不吃我晚上我梦见也可以吃的。 嗯，<laughs> 是吧？所以那吃那些车，我加不加？我晚上梦的时候，我加了比你更大量。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你你看别人的好，但是是人家也看你的好的，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生命当中要做出许多的决定呢。啊，是否有接受圣灵的一个引导，让基督在我们平安啊，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你知道吗？当然，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不满足了。OK，人不会满足的。 你你你你不觉你不觉得吗？今天啊，你有一辆车啊，你就希望说有更好的车，对吗？啊！但是基督徒，我们不要这样，我们我们要常常要保留说一个教导，是我们有一个知足的一个心态，很重要的。因为呢，当你学会知足的时候呢，知足不代表你要满足于现状，你可以发愤图强的。但是问题是在于，当你当你不知足的话呢，你就一直想去逞强，当你的生活就变得很很痛苦啊。 所以你就变成一种假书文化，明白吗？人家有，我一定要有，不一定的人家有，你不一定要有的，明白吗？你有，你生命中有耶稣，我告诉你，拥有你比所有人都幸福的。当你明白你生命中有耶稣，你比所有人都幸福的时候呢，那你就不会觉得别人有的你一定要有，你可能还会觉得他有我有的未必他有，明白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啊，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啊，保罗接下来他讲出这一句话，他说：“保罗对提摩太说。” 在《第，天方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他说：“然而啊，金钱加,、哦、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大利了？你看到吗？金钱加上知足的心，OK。但我们只讲解是这个金钱呢，这个金钱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到金钱是什么？嗯，<Okay. S 1> 一般如果按照字义的话，金钱是什么？金钱就是一个啊，敬畏神哦，好、啊，很虔诚哦，对不对？” 而、啊、敬畏神很虔诚，我我过去也是这样认为，只要你敬畏神很虔诚呢，啊，你的你你你敬畏神你虔诚，那么你有自主的心呢，你便是大力的。一般我们都这样认为，然而我却发觉到呢，这我却发觉到原来过去我所认为的金钱呢，却跟保罗这里所说的金钱呢相差十万八千里。哦。我还记得哦，我那时候当静脉插鼻主任呢，就昨天切手指是还在。 我们我还特地做了一件衣服，啊，还记得吗？青色跟 orange 色的活出进钱，你看到？意思是我们要活出进钱了、啊。如果真的进钱呢、啊，才能够使你获利、啊。我告诉你，这里至少一半以上的人都 f 有 l 都不及格，对吗？如果是进钱的话，才什么使我们获利？所以以前我哇很大的口气，哦，活出进钱，我、哦、现在想到都拍死啊！如果有那件衣服，你可以活出来了，OK？ OK，没有问题的。那个活出金钱是每个人的啊啊啊啊各自的诠释，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金钱呢，其实并不是你所认为的金钱，因为这个金钱呢，他的意思就是主耶稣本身。他说意思，如果这样情况是这样说的啊，然而主耶稣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意思说，如果我们生命有主耶稣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那你可能会说，牧师啊。 这里明明写金钱吗？都没有写耶稣。如果你按照这个啊啊啊啊 strong number，这里也告诉我们，这个是金钱啊，这个金钱是代表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虔诚的生命啊。但是接下来你不用担心，牧师给跟你解释。OK，金钱真正的意义。OK，保罗就解释了，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六节，他说什么？来，我们一起读一二三。<coughs> 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OK，停一下，我先读完、啊，因为要录的哈。因为等下你的视频都看不听不到听不到我声音。OK，《提摩带前书》的第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面。所以保罗解释了这个金前的意义。什么叫做近前？他说金前是一个奥秘来的。 我告诉你，主耶稣是不是一个奥秘？主耶稣的出生是不是一个奥秘？同你一个同你怀孕生子。我们上个上个礼拜啊，是啊、呃、啊，一万姐妹啊、呃、分享不是啊，她说啊、呃，当玛利亚怀这个耶稣的时候，请问玛利亚的血会被会进到耶稣那里？不会，对不对？啊，一切的所有的就是胎盘供应嘛，对不对？所以，他整个耶稣的整个的降生呢，耶稣整个的处世。 耶稣整个的形象是一个什么奥秘来的？所以保罗解释了，他说：“大在原来敬前不是你所认为的敬畏虔诚。”他说：“金钱是一个奥秘来的，什么奥秘呢？”他说：“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谁在肉谁肉身显现？耶稣对不对？约翰福音，你看约翰福音的接下来他说什么啊？约翰福音一章一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是谁呢？” 道就是耶稣的意思，OK？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谁道成了肉身？耶稣道成了肉身，对不对？所以整个进前呢，整个进前他就告诉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呃、提示了。他说被圣灵称义，谁被圣灵称义？耶稣被圣灵称义，对不对？来到约旦河洗礼的时候，突然间天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是喜悦的。”然后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呢，被谁看见？ 被天使看见，然后被传谁的名被传你万邦外邦，耶稣的名，对不对？谁被世人信服？你如果今天你见你你进前，你会被信服吗？不要说这里啊，家庭，不要说家庭，爸的人不信服你，这里一般的人可能也不信服你，对不对？我看才你举手举得很高，对不对？引导我这万年前程，你很你很进前，你隔壁的，开了做矿业了，你你懂我的意思吗？ 连你隔壁那位都不能够信服你是个金钱的，所以你你想想看，这是讲是讲你吗？是讲个人的行为吗？金钱，他不是在讲个人的行为，谁被世人信服？耶稣，然后谁被借在荣耀里面？当、啊、耶稣升天的时候，对不对？在橄榄山的时候，耶稣说：“我怎样去，也要怎样来。”他被借在荣耀里面，所以整个金钱是讲到谁呢？ 耶稣，所以当你明白今天的意义的时候，所以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然而，如果你的生命有了耶稣，又有那个自主的心，便是什么大力了。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经文本末倒置了。哦，只要我虔诚，只要我敬拜的时候手举高高，只要我闭上我的眼睛，只要我开我的嘴巴，那自主的心就出现在我生命里面，然后我就得到获利的人生，是这样吗？你还少一件。 就是让耶稣掌管你的生命，阿门。保罗的意思说：，然而，如果有了耶稣，加上自主的心，便是。巴黎那你说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个金钱呢？因为保罗他因为这个是比较啊，为什么保罗讲金钱呢？因为接下来，因为保罗说金钱是一个金钱是一个什么你、啊，他要跟你讲的是，金钱其实是一个奥秘，主耶稣其实就是一个奥秘来的，阿门。所以才有这个。 太祖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他说什么？接下来他说：“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大、啊、你大是什么意思？mega，然后就非常大的啊 p o l y 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很大的益处会出现在你生命里面了。所以当意思说，这个经文说，当你拥有耶稣在你的生命里面，当你有这个金钱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呢，你变得感到满足的，因为耶稣。” 是你生命中各个领域的救赎，懂吗？它是你各个领域的救赎。我在说，耶稣是我们各个领域的救赎。耶稣不只是你灵魂的救赎而已。听好啊，耶稣不只是我们灵魂的救赎而已，不只是信了耶稣我们上天堂。如果信耶稣上天堂是正确，它是一个其中一部分的救赎。OK，耶稣救赎你的生命脱离这个地狱的火的惩罚刑罚，这个是对的。 但是我告诉你，耶稣的救赎呢，它是在你各个方面的，包括你的婚姻上。如果你婚姻婚姻上面临破裂呢，他要来救赎你的婚姻；包括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上，如果你跟你的孩子关系出现破裂呢，他要在当中呢实行他的救赎的工作。如果在你的事业上你进行了亏损，你面对的亏损，神要在你的事业上呢，他要做一个救赎的工作，甚至你的身体上。 如果你在你的身体上呢，面对你的身体上的软弱，神要在你的身体当中呢，他要做救赎的工作。阿门。这个就是就是意思说，我们主耶稣的救赎呢，是一个全方位的。跟我说全方位，你不要把耶稣的救赎停留在只有救我脱离第一永活，那个这个永远的这个火的刑罚而已。耶稣救赎你是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明白哈，所以因为离了他，我们不能做什么，你看见吗？神要使你得到益处的，跟你隔壁左右提醒那神要使你得益处，所以他会为你开一个得力之门，赎回你过去所失去的。那么可能接下来就有人问了，说牧师，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我们生命的益处呢？我们看不到我们生命的生命的 profit。 我们看不到我们生命的利润，我们看不到我们生命的那个益处呢？为何看不见突破呢？那么，这个经文其实就是答案了。很多时候你看不见，是因为很多时候你不满足，你懂吗？我再说你不满足。主耶稣已经说了，你其实你拥有我呢，你已经很满足了。你想想看，你晚上睡得好觉的时候，多少人睡不着觉？你知道忧郁症的的这个启发，就是因为。 不能睡，然后胡思乱想，慢慢进入到一个啊深不可测的一个地步。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明白啊。保罗特别也告诉我们，在这段经文给我很大的一个一个提醒啊。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保罗在蒂摩代前书四章八节，他说：“因操练身体有些益处，但金钱在各方面。” 都有益，他有现金和未来的生命因素，你看到吗？保罗没有反对，保罗没有反对运动。他说运动啊，操练身体就是运动，有些有些什么有些益处，对不对？啊，你运动啊，你你你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你做有氧的一些运动呢，使到你的整个的啊呼吸系统啊会好起来。保罗说这个还是小事，好、啊，他说操练身体呢还有些益处，但是他说，但是他有个但是哦。 哦，但是意思说比这个更好的，对吧？你你翻中文字哦，它有一个但是的话呢，啊啊，虽然啊这个你带我来的这个这个炒粉条很好吃了，但是哦啊，你就知道它有一个比这个更好吃的哦。我觉得那一间比较好吃，你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保罗就是说啊，操练身体还有些益处，但是金钱呢，在各方面呢都有益。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刚才我说金钱是谁？他金钱是一个人格来的。金钱是谁？ 耶稣他说：“金钱在各方面都有它的益处，而且这个益处呢，不只是现在而已，甚至未来呢都有这个生命的应许。你可以吗？你可以明白吗？所以，我们再倒回来啊、哦，如果我们按照字义结晶的话，金钱的话，你就很 confused 哦。原来我手举高坑我敬拜神，我唱出美妙的声音，我金钱的生命的话，我的我的现在和未来都有益处，是这样吗？那你就把这个。” 很多人就会学习金钱哦，OK，很多金钱的 b a t t o r n 就出来了后要归家来啦，啊，要怎样啦，这个才算金钱呐、啊，啊，你穿衣服不要穿的太暴露啦，啊，太暴露就不金钱呐、啊，啊，你的头发不可能染呐、啊，染也不金钱呐、啊，啊，很多规条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要金钱呢，你要得到益处。原来最后我们发现到，原来金钱不只是你的外在，不是你你能可以做出来的，因为金钱是一个，金钱是一个什么？电话铃声。 哈哈哈因为金钱是一个电话铃声，不是因为金钱是什么？那保罗说什么？金钱它是一个奥秘来的，对不对？它是一个奥，耶稣是不是一个奥秘？耶稣就是一个奥秘来的，所以感谢主来到神的面前，在这里告诉我们，但金钱在各方面都有，我没有反对。好像巴斯宾说，他没有反对运动，他说运动很好，但是当你拥有耶稣的时候，人家必须规定哦，有些规定的哦，哦，你必须跑步到啊。呃 哦，我们就是只是很会跑步的。一般你跑步多少？每一天大概四公里的啊。我我做一个燃步啊，可能说啊，就、呃、是只是说啊、呃，他看到一些报道说哦，要四公里的啊才能够有效。但是当你进前，他说进前了啊，巴这边说，当某些人说你要做多少才等于这个的果效，但是我、哦、如果有耶稣，我做的那个一半的，我也有等于这个果效。你你懂我的意思吗？ 一说可能就是在跑四公里人家说四公里你只有四公里的益处，没有哦。他跑四公里他得到八公里的益处，因为他生命中有金钱在里面，所以他得到祝福双倍哦。你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的他的表现是保罗说操练身体。如果你看别的版本啊，益处还少啊，他说啊，但是金钱呢，凡事都有益处哦。我拿这个版本是比较属于啊啊啊啊啊,啊，比较啊啊。啊 客气一点的版本，OK，<laughs> 客气一点的版本。如果你看一些 B C 版本是很不那个操练身体、啊，一直还少，但是啊，一这个这个凡是进钱呢都有益处，所以你看到嘛，所以有些时候啊，有可能有些人会说啊，你你你你你这样肥啊，你这样肥啊，你要吃一你要节食什么？不是，并说，当我有金钱在我生命里面呢，啊，我祷告洁净的时候呢，原来那个食物呢，它可以让我长肌肉不长胖的。 你看到吗？因为金钱，当然那个活出你的信心了、啊，这个是你信心的一个一个啊，一个的表现了、啊。好，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现在你的生活需要什么？我不晓得你生活中需要什么，是是健康吗？是机会吗？是未来的出路吗？我相信呢，神必在你的各个领域里面呢，来祝福你的。这里说了嘛，当你有金钱的时候，甚至你的未来，他都为你预备的。 阿妹，你很担心什么？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哦，当她跟我讲，牧师啊，我又换工了啊，不是我又换工了，我换工了。我说你做什么？她跟我讲，她做那份工作了。我用非常直疑的眼光看到，你能没？那 <laughs>、啊、有些说你牧是很坏的，你能没？但是能不能在意我们全人的神阿门。只要神说你能，整个世界都为你转动。阿门。所以不要因着人哈、哦。 不要迎响你的领袖来来质疑你，你就你就退缩啊啊！有些时候我不是在质疑他了，我是觉得，哎，但是过后我发现，原来神有他的奇妙。OK，好，我们请我们秀丽姐妹啊啊来为我们分享她生命一些短短的见证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laughs> 我是秀丽啊。OK，呃，牧师叫我上来讲见证哦，是因为。 神主有主耶稣，在我的生命中真的是很好，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大的祝福、哦。该讲到牧师质疑我的时候啊，同样的是发生在当我在我啊，我先讲哦，我现在是在北海的一间的音乐学院那边教唱歌哦，所以我现在是歌唱老师， 当我还没有转过来这个歌唱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在一个 credit c o m p a n y a o n Credit 有听过吗？好，我在那边上班的，所以，我是在那边做了五年多这样子的 marketing。所以，我 marketing 是做啊、呃、那个 auto finance，就是啊二、呃、专做那种车贷款的，OK？呃，尤其是二手车会做比较多咯，所以。 那时候，呃，我在那边五年多哈、哦，我是二零一八年在那边啊、呃、开始工作，然后到到二零二三年的七月，OK，然后啊、呃，神的祝福让我去到 a r On Credit 咯。说、so, 在那个啊、呃、前面两年的时候，就是二零一八跟二零一九的时候，神真是带领我。哦 那时候对我来讲啊，是新的一个的行业，对我来说，因为我本身是读酒店跟旅游管理的，所以完全是没有关系。但是神带领，所、so, 以那你知道，二零二零年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啊，MCO 来了咯。所、so, 以 MCO 一来到的时候，我相信很多行业都是备受影响的，包括我的啊。 做的那个 sales 也是一样，是直接是差水啊，尤其是二零二零年的时候。所以，在那几年的当中，相信大家都知道，他已经去到一个叫做 new norm 的新常态，跟以前 before 二零二零年的时候是已经不一样的，对不对？所、so, 以很多的啊，因为这个新常态生活的改变，所以很多事业啊，那些生意全部都是受影响。我就是那个其中一个。 所以、so, 我的成绩，我的 sales、哦、是一直差水。从二零二零年，所、so, 以每个月哈、哦，每次老板筛那个 report 出来的时候，我的我的那个成绩是红红红红红 and 红，OK。所以就这样红红红红了，从二零二零年差不多红到去二零二一年的时候啊，二零二二年的年头的时候，才慢慢开始看到那个成绩，我的那个 sales 有开始上升起来啊。所、so, 以 其实到那个时候已经是第四年了，我已经开始有想要，因为这个 M C O 的影响，我们公司换了很换了新的政策，所以我发现在新的政策的时候，呃，Which is 我觉得，诶如果我以后还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呢，我需要换一个新的工作环境，这个地方已经是不适合我了，然后。 我就想了很久，主啊，我到底还能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能去哪里。毕竟，呃，如果我能去的话，我也只能去 Bang 那一边哈。So 我就跟神寻求，因为如果我知道我用我自己的意念的话，我不知道我那条路走到底最后适不是适合我的，我也不懂。So 我就跟神求，跟神祷告。那时候，当然我们自己也要踏出第一步，对不对？ 就是要去找新的工哦，就要去 interview。那时候我太久没有出来 interview 了，所以我就出来试一下水温。诶，现在的那个 interview 的那个的的的,的 style 是怎样啊？s o 在一个机会之下，我拿到一个 interview，就是一个 bank，OK，、okay, 一个 bank 的。然后那整个过程中，那个 interview 是很愉快的。想不到对方的经理。 很注重我，他甚至请埋他的 regional boss 来 interview 我，是我自己意想不到的。然后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哈，其实那时候哦，我在寻求，我在跟神寻求一个印证。那个印证就是我跟神说，主啊，因为我当我想要找新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女生，尤其是我们女生会想很多。主啊，我这个年龄啊，吼，我到底能不能啊？ o、okay, k by the way 哦，大家要猜看我的年龄是几岁嘛？我今年是，哇、哦，谢谢。我才要讲，但是我给你们猜看啊，我今年庆祝今年很特别，对我来讲，呃，我今年庆祝二十一岁的十九周年纪念。So 多少岁？今年四十对，<laughs> 我今年四十岁啊，感谢主。 就是我们会想到哇，因为在 finance l i 他们也是会有看一些年龄的哈，所以我就通过那一个 interview s 候，我就问那个老板，问那个 regional boss，我就讲说，呃，在这一行我会看年龄的哈，所以你对你来讲你会怎么看法？他直接跟我讲说，神透过他来跟我讲说 e a c h is just a number。 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虽然是身处在这世界哦，但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神给我们的祝福是超自然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标准来衡量的，而是他给我们的祝福是超乎我们人类所求所想的祝福。Amen。So. 嗯，uh, 那时候他跟我讲了这一句，哇！我得到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下就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对我的事业的人生当中很大的决定，就是我决定要跳出来了。但是最后我没有去那个班了，因为神也透过那一个啊，interview 的时候让我知道，无论我去那里，我去那里 interview，我去那里工作，我去哪一个地方都好。 都有神的祝福，我去到那里都是蒙人蒙神所祝福的，Amen。So 最后没有去？我当时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我要转去教唱歌，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已经有开始在呃那个音乐学院开始教唱歌，拍拍玩跳薪资吧？为什么？因为每次在马丁这边哇，见了很多老板说哇，很累啊。 用脑用太多，然后每次一放一下班过后就去教小孩子唱歌。你看他们的小孩子很可爱，那边老师啊，那首歌哇很可爱的那个脸，so 就很疗愈哦。说、so, 当下我做了那个决定的时候，so 我就跟神讲：神啊，既然我要走了哈，你就让我在 A 用的时候那个成绩，该我讲了嘛，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的每一个月都是红红红色的。 红色数字，OK，没有青色过，所以我就跟神讲：，既然我决定要走了，你就让我走的好好太太 o k 走的好好太太，让我的成绩美一点。那时候我讲，主啊，只要美一点就 OK 啊，不要求什么。然后那时候啊、哦，啊，我 interview 的时候是在去年二零二三年的二月哦，所以我的公司哈、哦，日本公司，他那时候呢是。 很特别，他们的 annual 第一年哈的开始是从三月开始的，所以三月啊，我二月我一祷告完嘛，三月开始就是新的一年了咯，新的 sales 算了神真是很奇妙，我这里只是跟他祷告一句，让我找到猴猴太太。那时候呢，神祝福了我，他竟然给我拿刀。来，我们请服侍人员帮我开一下，OK，来 next。 OK，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啊，那时候 a i o n 哈，我在那边三月的时候，我竟然拿到是 Top 的。本来刚开始我以为我是拿到北部的，因为我们有分区的。我拿到北部已经算是很厉害了，讲真，因为我很难拿到的。平常有另外一个人一直在那边霸住那个位置啊，没有啦，因为他厉害啦。OK，OK，so、okay? okay?。 我以为，因为我们做秀什么一定知指导，每次我们差不多月尾什么就开始算了，哎，好像是可以哦，可以。那我以为我拿到是最高了，我在北部，那你知道神哦，他给你的祝福永远都是最好的。我竟然是拿到全国第一，哇哦，荣耀归给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我从来我自己也没有做什么，我只是。 普通的这样子的，平常这样子走 marketing sales，跟人家吹水啊、饮茶啊这样子吧。那你知道，当我交托给神的时候，神竟然拿到我，给我拿到全国第一。哇、哦，对我来讲，简直就是人生中我第一次的光辉时刻。OK，OK，so，okay? <laughs> okay? 但是哈还不止于此，弟兄姐妹们，神给我的祝福是更大。为什么？ 他让我连续每个月都是拿全国第一，拿到我辞职为止。因为我六月的时候我开始丢薪了嘛，我在说，嗯，差不多两个月 notice 就丢哦。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拿到最高的时候，我的同事、我的老板全部哇吓到，然后嘛，所以当我一丢新的时候，六月的时候，我一丢下去，去年的六月，他们全部。<laughs> 你这么选，你最光辉、最高峰的时候退来退下来要走，我就说，因为我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我也没有解释这样多，我就说时间到了，<laughs> 我在这里的时间到了，所以我就走哦。他们全部就不敢相信了嘛，整个那个北马区的同事们都很轰动，在那边问我真的吗？为什么你要走？为什么？为什么？全部那边很多 quest mark, question mark，question mark 问号。So 我知道这是神。 神给我一个很准确、很准确的答案了。对，我的时间到，我一定要转去那边。说、so,，当我走了、走的时候，我的老板还甚至问我：“你真的吗？你不要假假啦！你跟我讲，你真的是去教唱歌吗？”我讲：“真的啦，骗你做梦！”讲了好来了，你试试去别间呗，你不要告诉我，<laughs> 这个开玩笑、啊。然后不过这是真的啦，真的啦，OK。 所以、so, 当我转过去这个交唱歌的时候哦，哇哦，神哦，真是祝福我哎！我变得，因为我交唱歌了，我的时间更加的多了啊、哦。然后哦，甚至哈、哦，我更加的安息，我的时间哦，在服饰上面的时候是更加的专注，尤其在领领事的服饰上哦，更加的提升，更加的纯粹，更加的专注。 真是很荣耀归给神哦，so 很感谢主神在让我在那个教歌唱的那边也逐渐的提升，也透过在教这些学生的时候，让我在我的领事方面哦，尤其是在歌唱方面更加的提升了很多。so 真的是我知我虽然不知道未来神会怎样继续的带领，但是我知道他是信实的。 他是供应的神，他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神，他是医治的神。无论未来我去到那里，他都会带领我。So 有一个经界很好的，So 就是那个要跟分享给大家，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三节：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amen，虽然我们未来道路不知道会怎样，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有神的话呢，只会越来越大的祝福，只会越来越多的提升。神在我们生命中的祝福是只会越来越好。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amen。阿利利亚，我们倒回来，弟兄姐妹，我我相信呢，啊、呃，你可以为你的未来来策划，哦，有自己的猎谋。但是最重要的是呢，你的生命。 要有神的同在，就好像我们兄弟姐妹啊，当他生命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你的前途、你的未来是在他手中，阿门。所以你不会上胆，不会惧怕的。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这个尽全的在你生命里面，那你就要好好的精心敢跳了，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今天你们听了这么多，我真的希望用这段经文来鼓励你们，特别特别在希伯来书。 保罗这里在四章二节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不要讲他们了啊，我们所听见的道，对我们有没有益处？为什么没有益处呢？很多时候你坐在这里听到啊，没有益处的，你只是听过去，你没有听进去。刚才讲的见证，你听了多少？我告诉你，很多只是我秀丽四十岁了，秀丽四十岁了，秀丽四十岁了。” 你只会听到秀丽四十岁，那是你没有听到主神怎么样的祝福他在医院里面连续几个月，他都拿 Top 秀两百多个 percent，对吧？如果我是银行家宾跟我去找他了，喂，都要唱歌的，来我这边，OK。所以你你很多人，包括昨天很多人唱会，秀丽你四十岁了，看不出哦。感谢主，这个也是一个见证，你能够听下去也是一个见证。我要鼓励你，听众姐妹，很多人跟我跟我讲，哎，他只是二十多岁，我说感谢主，当你服侍神的时候。 神会补还给你的，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所以很多人，我回去的时候，我女儿，我带我女儿回嘛，我女儿说啊，兄弟，兄弟姐妹四十岁了没？我说是啊，你以为他几岁？我最多以为最高最高二十八哩。哇，我说你只要给他听到啊，他请你请你吃好料了。他说什么原因是这样？爸爸，我我说你不知道，爸爸曾经讲了，当你服侍神，神不会白白使用你不报答你，阿门，神会补还给你，阿门。 包括你的青春，包括你的所有的一切。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主。amen。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他们没所听见的道的，没对他们没有益处。今天我真的希望，今天我们台台上所讲的，包括道，包括见证，对你是有益处的。阿门。然后他说什么呢？为什么没有益处呢？为什么他们听得到，对他们没有益处呢？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以所听见的道。打成一遍，我用新译本，新译本比较白话一点。 今天你要常你听得到，要跟你的信心怎么样，把它打成一片混在一起，那这篇道，那这个的见证，才能够祝福你，才能够使你得益处，才能够使你受益，才能够使你得到 profit，阿门。你不要以为这个他的见证你不发生在他的身上，也要发生在你的身上，阿妹。 他的身上，神要借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果子。同样的，在你的身上，神也一样的要使你借出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果子。上帝不会偏心的。OK，你的父母亲会偏心，但是我们天赋宝宝不会偏心，<laughs> 上帝怎样祝福他，今天上帝也同样祝福你。很多时候我们在羡慕人的见证，不，有一天你要想象，你要站在这里，跟人家分享神在你生命的作为，这个是我们教会所要看见的。 我真的希望说每一个礼拜都有人上来做见证。为什么？因为见证呢是很实在的。讲到我不是讲到没有实在了，我是见证呢是能够触动人心的。你明白吗？你可能在台上你就讲这么他这个厉害，这么我不厉害了。不是你不厉害，因为你的时间还没有到。阿 n It's coming soon，可以吗？你要先告戴上救恩的头盔，要常常戴上救恩头盔，救恩头盔是什么？就是期待好事的发生。 但是常常我们不带头盔的，所以我们死得很惨哦。OK，<laughs> 炸弹一直在这里呢，来攻击我们，这是我们的思维。OK，我们的思维。所以同样的，今天如果你听到的话，你将所听得到和见证呢，以你的信心打成一片呢，那么将会使你受益。神教导你受益，就是引导你该走当行的路，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经文说，神要教训我们，透过我们所讲的见证，使我们得什么？ 黑处的，所以为什么礼拜天来教会这么重要？你常常要来听神的道，这个神的道就是神的教训来的。当你在听道的时候，神就要使你得着益处，然后引导你走当行的路。所以甚至说，在幕后的日子的，啊，罪人的资产要去到这个啊艺人的账上。感谢主，我们相信的，就好像你看到吗？刚才他的那个两百多个 percent 哦，那些车行哦，我不晓得怎么样的，吹水吹水吹刀，把钱全部交给他。 把生意全部交给他，OK，因为你们知道车行的吗？他们很多人可以给他，为什么给他？对不对？但是就是你在神在人面前都蒙恩宠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奇妙的发生，OK。所以就是说在幕后的日子，亿人的资产呢，最人的资产要转入到亿人的这个账上，神的荣耀要临到他的子民里面。所以有一个这个这个啊、呃、啊，说的这个呃、啊、斯科勒他讲的一个啊、呃，他是一个啊、呃、高尔夫球手。 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当人家每次问他说：“哎，这么你你你你这你你你的成功这么啊、呃，在每一个比赛上这么厉害？”他说：“我的成功呢，不是取决于比赛，而是生命中有耶稣的同在。对的”对了，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不管你在哪一个领域，不管你处在哪一个领域，只要你的生命有耶稣的同在呢，你都会成功。阿妹，我不是把假的希望给你，而是你有没有接受到？因为你生命有耶稣。 你是一个丰盛的，因为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你们得丰盛，必也得的更丰盛的一个生命。阿门、路亚。所以，当成功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像这个高尔夫球手一样，看到我的成功并不取决于我什么比赛，乃是我的生命呢有神的同在。当然，无论我们胜利与否呢，别人不能够断定我们的人生。阿门。只有上帝可以断定我们的人生。不要让别人来牵着你的鼻子走。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胜利呢早就有了。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利了。所以论到得益处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了这一句话。我们来看主耶稣说了什么，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的记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人若赚的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意思主耶稣在在这里提醒我们：我讲到益处嘛，profit 嘛，对不对？纵使你赚了全世界。 OK，那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啊，所以这个这个经文，我下个礼拜我会会会会啊，上个礼拜不是我讲到啊，再一个再一个礼拜我会再一次的来阐明这个经文的意义。今天我就带过，因为这个时间上的关系。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即便你有全世界，但是你却不喜乐，一切不开心，那对你来说又有何意义呢？ 今天你坐在一辆大辆车哭，那一句话说什么？我宁愿坐在豪车里面哭，也不愿意什么在小车里面嬉笑啊，开心是不？是不是之类的？啊，是这类的东西了。不然那个是世界上的东西，我们不要跟到世界东西。我们要回到这个世界来，意思说，人若撞了全世界，说哇。又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又什么能够换起生命？啊，这个是主耶稣的教导。所以今天。 无论你快乐和悲伤都好，你是否相信呢？你的人生，耶稣一直在你身边，这位金钱一直跟着你，或者是你一直在金钱的里面啊、哦。所以你可以，你你可可能会对主说：“主啊，啊啊，我我我我非常担心啊，这些事情那些事情。”你告诉神啊，刚才我们的兄弟姐妹不是给你最后的一个总结吗？对不对？耶利米斯三十三章三节，对不对？啊，你若求告他，他就必引以你，又将。 你可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只是你，是每一次。当你不晓得怎么叫做的时候，打一个电话三三三给他，是 <laughs> 不是九九九啊？三三三啊，三三三什么？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三节。你开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告诉他，上帝会指示你那些你认为又大又难的事，他会来告诉你的。所以神呼召你来到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的生活不是平淡，你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 你的生活是很精彩的，阿妹，刚才我才遇到修房哇，你回来了，我说我我读到很多国家回来了，哇，他的世界是很精彩的，他的人生太精彩了，可以走完全世界，哎，可以走，不是说全世界可以出国旅游，去，这是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了，基督徒的生命就是这样。然、啊、后你每一次遇到他都是哈利路亚的，OK，感谢主，这个是一个精彩的人生。种姐妹，我要让你明白哦，因为有神的供应，刚才我们的姐妹有位姐，妹说，因为有神的神会供应我们，你一定要知道神会供应我们。 神会供应我们的时候呢，你将会是一个很棒的父母，阿门。你将会是一个很棒的员工，你将会是一个很棒的老板，你将会是很棒的丈夫，你将会是一个很棒的妻子，阿门。不是因为你很棒，而是因为你有一位很棒的神，man。Amen? 所以他不会让你羞愧的，你知道吗？经过调查显示哦，调查了啊，他说啊，经常去教会的人呢会更长寿，啊，不要挨闷的太快。 然而，然而，那个是调查，对不对？我们很快就进入那个一个一个一个世界里面。调查显示，经常来教会的人都是长寿的。我们不要相信世，我刚才才讲吗？我不要相信世界的报告吗？这么你阿、啊、妹这样快？对不对？调查显示吗？常来常常来教会的人，他们比较比较长寿。但是，真的这个调查告诉我们，来教会长寿吗？我们来教会，我们长寿的原因是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说。 他要使我们住享长寿，我看到吗？你个思维，你把它转回来了，不是世界调查告诉我，而是圣经神的话。它一出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神的话告诉我，神要使我住享长寿，而不是世界的调查报告告诉我。你你懂我的意思吗？很快的，我们就被你就不被世界牵着你的鼻子走，对吗？OK。 你很快的又回到神的话，让神的话也牵着你走，好过让世界牵着你走，对吗？所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必然得到这个啊祝福。最后，最后，罗马书的第啊五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传经文，一二三。这盼望不叫不会叫人羞愧，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怎么样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盼望，谁是我们的盼望？ 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保罗在这里阐明了，他说：“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盼望，这个盼望不会叫我们羞愧的。这个盼望就是什么呢？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呢，将神的爱怎么样呢？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这个盼望就好像一个一个一个锚啊，就是那个，你看船嘛，船对不对？它要停泊港口的时候，它不是放那个叫什么 anchor 啊啊啊，这个这个锚放进去，它才它整个真，你不要小看这个锚，它可以。” 它这个稳定整个的船身，你明白吗？OK，无论大风大浪，但是很多时候呢，我告诉你，这个盼望呢，就好像我们这艘船，我们人生像一艘船，Amen，姐妹，我们人生就好像一艘船这样，我们会漂到一个地方，但是我们需要这个灵魂的锚，就是主耶稣呢，在我们的这艘船上。当这个锚，当一个没有锚的灵的船呢，它是漂浮不定的，明白吗？一个没有锚的灵，这一艘船呢它是漂浮不定的。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没有这个盼望的毛，我们会漂浮不定，我们会跟着人家走，甚是人家讲我们一句话、两句话，我们就 no 方向了，甚至我们选择去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是非常非常很不应该发生在基督徒生命里面的。好没？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这个盼望的毛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的情绪不会漂浮不定的，我们很很稳的，稳在哪里呢？ 纹在神的话语里面，纹在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纹在耶稣的同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想要的。你问你隔壁的，你有没有毛？<laughs> 不是这个毛啊，那美国鹿毛，我桃毛，你绝对不画对吧？死毛非皮毛啊！OK，那个毛就是整个稳定全身的固定。那么谁是我们的毛啊？我告诉你，耶稣就是我们灵魂的。 这个毛在我们生命里面，这啊，所以，然而，其实还，我还没有接受，即使可能我们会面对，基督徒会不会面对状况？会吗？会。我在这里斩钉截铁,铁告诉你，会。我们面对困难，我们面对生病，我们会面对呃呃人生的一些的所谓你看似尽头的一些事情。但是我告诉你，当你。 接触耶稣的时候，当你触摸耶稣的时候，供应就在那边，阿门。医治就在那边，上帝的恢复也在那边。问题是你有没有要去接触他呢？你有没有想去触摸他呢？就好像写洛夫人一样，他只心想：只要我触摸到耶稣，只要我摸到他，我的病会立刻的好。因为他的信心，当他触摸耶稣的那一刹那，上帝主耶稣呢？ 他觉得有能力呢，从他身上出来。我告诉你，我上上两个礼拜礼拜讲了，只有这一个神迹呢，是在耶稣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耶稣所做的所有的神迹呢，都是他知道的情况下发生。但是这个就是主动神，耶稣主动或者是对方来，耶稣主动去去施行的。但是唯有这一个神迹呢，是在主耶稣所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呢，你的信心呢？ 或者你对主那种的相信呢，可以启动上帝的恢复和医治和功力发生在你生命里面。阿门。弟兄们，你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今天我这这段没有在我的讲堂里面，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理。只要你相信神是一位供应你的神，是那位意志你的神，你可以先起开这个，你先可以按这个钮，你明白吗？你不要去，你是说我们在等待神。很多时候你知道吗？神在等我们，你明白吗，孩子？ you ready 了没有？Are you ready？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准备好。我甚至说，我上个礼拜不是说了吗？很多时候我们得到不到医的，是因为可能我们自己就没有准备好。但是神确定这个时候他的意志都在的，啊，他的供应都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要去支持的？OK？难道你说牧师啊，我祷告了啊，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立刻见效 会不会这样情况？有些时候我们会讲，我祷告了，我怎么关系不立刻恢复？为什么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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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没有立刻看到一个成效在那边？但是我告诉你，他会接触果子的。你祷告加上你在撒种，你在栽种，不代表他不会成长，明白吗？他会慢慢成长，然后他慢慢成长过后，你他会接触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果子。阿妹，我们请事情上来，就姐妹，我要让你明白，也许你看不到现在，你看不到你生命的一些的变化。 就像我上个礼拜说的，当耶稣咒诅那棵葡萄树的时候啊，耶稣咒诅那不，耶稣不是来到一个葡萄树上啊，葡萄树嘛，他要进，他要吃那个不啊，这个这个这个是无花果嘛，啊，不知道葡萄树的无花果树，对不起是，无花果树，无花果树，OK，不是葡萄树，讲的太快了啊，太好了，提醒我，OK，无花果树，然后他吃不到无花果，然后他就他就咒诅那个无花果树，对吗？ 诶，当场立刻那个无花果树没有枯干嘛，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当耶稣做主的那一刹那，当耶稣的话一出那刹那时候，其实他的根已经开始枯萎了，他的根已经开始枯萎了。然后隔一天，门徒也来到这个无花果树下，诶，他就对耶稣说：“你看，你所昨天所做主的那个无花果树，它已经什么枯干了。”但是弟兄们，我告诉你，今天可能你没有立刻看到一些果效，但是。 你的疾病的根源已经慢慢枯干了，阿门。你的这个经济上的根源破洞漏洞呢，已经慢慢的枯干了。上帝要把它补回去。OK，你的关系呢，上帝已经开始在修复了。可能你还看不到了，但是过不久的将来，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站在这里，把神怎么样，在你生命中做出改变、更新、恢复，将荣耀归给他。阿门。哈利路亚。 所以陆陆续续的，我会发现更多的人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就姐妹，牧师讲了这一天这一篇的信息，耶稣好不好？耶稣好不好？想不想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已经信了耶稣，但是我为了视频前的弟兄姊妹，可能你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你听了刚才我们的姐妹的见证，听了牧师的分享。 你今天很愿意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这时候呢，我们一起来闭上我的眼睛，跟牧师来一起祷告。牧师说一句，你说一句。我真的希望说，今天在视频前的你，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阿门。让上帝的供应，让上帝的意志，让上帝的恢复，让神的 restoration 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你的生命将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突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是因着你的宝血，我的罪已经被洁净。我承认耶稣为我而死，并且为我复活，而且还要为我再来。我今天我打开我的心门，让圣灵居住在我里面，让我能够更认识这位耶稣。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所以感谢主，今天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愿神大大的祝福你，来到教会里面更认识神。那么还有，今天牧师要为现场的或视频前的你来祷告。也许你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疾病，需要我们来祷告的。牧师要来奉耶稣的名，要荡开这一切的锁链，疾病的锁链，离开你的生命，好不好？举起我们双手来领受。亲爱的主，耶稣，我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要。 咒诅那些他们身体上主你的儿女们儿女们的身上一切的疾病一切的及一切的咒诅一切的啊捆绑奉耶稣的名要离开甚至一些死亡的想法和根源要离开他们奉耶稣的的名要咒诅那些缠绕在他们身上的一些的疾病无论是任何疾病都不能够来侵犯他们来吞噬他们因为我奉耶稣。 的名测诊的时候，主啊。这个时候你已经做工了，你已经开始做一些调整的工作、医治的工作。虽然我们没有即刻的看见，但是我们相信，在过不久的将来，他们的身体要恢复健康，他们要恢复体力，他们要恢复精神，他们要恢复健康、痊愈的样子。感谢主，奉耶稣的名，我宣告：上帝，你的意志、领导。 他们的身上，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一起说。 埋葬的身体开始呼吸。